我们现在就钻石三，直冲钻石二了，各位观众，今天就上钻石二，不上钻二不睡觉，就在今天。全都是阿多嘎，我们这一场是五个阿多嘎是吧？孔尼基哇，孔尼基哇，阿多嘎也是略懂一点韩文的。这个阿东啊，不知道从哪里复制来的韩文啊，我也会啊。韩服的韩国人确实是挺少的。韩服的这个韩国人跟阿东啊的比例哦，大概是1:1左右吧。三不五时就可以遇到一场这个十个都没有在讲韩文的。话说怎么不见了？Magic 啊，哦，小兵也不见了。我们的卡玛呢，也跟我一样的惊讶，小兵竟然不见了。改版了，他可能啊也没什么在看改版资讯啊，难怪他也这么惊讶。啊，打稳就行了嘛。人哦，一定要稳健。士兵屌压三只，好，我这一场哦要先出那个降治疗了，我要让他感受到痛苦，死亡宣告，先来个死亡宣告吧。痒痒的，他打我一点都不痛，哎，我等下出个潮鞋。好，我要出这个鞋子啊！各位观众，潮流鞋子，死亡宣告，要打拳击啊！他的沙包就是电脑，你只要有电脑，他就可以打。用力，别，千万不要来找我，不是我说的，是聊天室说的。之前美国不是还有一个那个吗？把训练室给烧掉了，忘记是谁了，大猩猩吗？把训练室烧掉，这个也是很稀松平常的事情啊，偶尔就会发生了，三不五时就会发生了。台湾的训练室好像都好好的，台湾有没有拆训练室的专家？台湾只有，只有门会坏掉。台湾应该只有椅子会坏掉而已啦。台湾的这个平均重量比较高一点，电竞椅呢，并不是设计有这么大的承受量的。怎么办啊？攻速不够快。哇，这个东西给35%，哎，我要补一把电刀才有那个攻速，哎。好，我要补这个，这样我又更硬了。这个降伤几趴？这个降12%，这个也降12%，这谁还打得赢我啊？2017的 AD 硬起来了，捍卫自己的权益。等等，看好了，我被打都不会扣血了。好，看好我们是怎么开战的。首先呢，我们不开战，快跑！好，该开战了。冲啊！我的辅助，想扣到我的血也是蛮困难的。我身为一个坦克，追着他们 AD 打，这也是挺正常的吧？耶、yeah!！啊，要来睡觉了，各位观众，大家好累哦。今天晚上就到这里喽，先休息一下，等等继续开，等等继续开啊，我等等就继续开啊，大家别走开哦。